我们还是画不同形态的局意啊。我现在是白云饼啊，还是勾它啊？我们勾呢，我们不是去画这个工笔勾法，而是写意形式的勾。这个写意形式勾呢，就像我们平时那个去写生的时候哈，我们看到一个比较，比如好看一些的叶子呀或花啊哈，我们去很快速的去给它画出来哈。有时候呢会这个不是那么去刻意的去给它写的那么实，而是大致吧，就那一种形态啊，给它画出来就可以了。你看哈，这是一片叶子，哎，你就这样，这是一片的。我们再来一个，你看哈，你掌握了它的形态以后呢，你怎么画就万变不离其宗吧，就是这种。啊，你看这个金啊，金啊，这是勾的啊，就是用双勾的方式来勾这个叶子。